专门儿。哎，做到没有？因为不有点不敢做。不敢做啊，因为家里如果捡。看到了。好，那就去。高度从高处做的，嗯，这不要太好紧的，要那套紧好那个，干着干着还长不开，嗯。你在那边去供啥子？稍微太高点，来了，太高点。哎，你看你外国人怎么给香菇吃？给香菇吃啊？嗯。哎呦，还烫着这个。妈呀，哥，你不要跑！别跑啊！嗯。让我们好久点哦。嗯。我跑好快。好了。真的是风吹到了哈，风吹的大风了。好香哦！你泱泱的升起了。啊！哎呀，快点，我们两只喂该该。扣个地步来吃。好好，那个。哎，哎，结果也不小了。还是有收获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抓住它！快点，抓住它！嘿嘿。好了，没有了，快点，还有些没得吃。啊，吃完了一下就。啊，谢谢。我要说什么？不用钱，嗯，好多钱，好多钱哦。你这么麻烦，我从高头猪啊开口，结果你又吃烂我。又跟烂我嘴巴上头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刚好一人一个，你也算得好啊。哎，绝对好。嗯，还是熬得多。我来了一把饭就啃。还等会儿过来还好吃的。环境很好，就是呢，跟他转肯定。哎呀，我看到你吃的好香好甜哦。真的是，那天我牙齿好啊。我的牙都咬不动了，你看到，哎呀，好眼球。晚上去嘛。你吃日子钱都扣了嘛？我就，哎呦，这句话是事实。真好吃。真好吃。嗯，一老一小。一老一小。真好吃。真好吃。妈妈觉得你咋来了吗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吃了就给找妈妈哈。要走路啊？嗯，走路也要的。咋的呀？这是嘛？刚刚打电话噻，你说你走到哪里去嘛？
杭州张妈妈，好吧？哎，娃娃鸡好好好吃，不吃穿了，刚刚吃完的。妈妈没得我的，你妈妈都不吃，等我打过来吃。